这是传统的伽马店，在台中港火车站站前。要买东西吗？对。好，老板娘在里面。老板娘，你敢有卖面筋？我买一条。我今天完全站不直了，怎么了？完全站不直。阿里哥，不要啊！哎呀，坐后去啊！老板娘又端了一锅面，啊，那个人家刚才买一条毛巾，连钱都先不收，他都先把面端出去了。这个真正台湾的人情味。这位老板娘，我做无，我知影，这个头家娘，就是你关心。